这篱笆上有那啥似的，埋的。看逮着什么碗的呢？拿枪决他了。我给你讲，后边那个蛤蟆里头有一个。不用，我拿了。不要，快走！不用。我拿俩，不用。我都说我找到了，我奶非得要再给我找。后山湾呢？这搁咱家地上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娜，和妈妈一起去弯大脑盆儿。天气暖和也开化了，大脑盆儿也出来了。人家吃完了，咱们俩去喷儿鼻子。哎呀，那这地里有吗？给那泼上哈，光天儿快出来了，给我我今天一回还没完，行呀。哎，找到一个，没熟呢，这得挠一挠。单蹦的一个，还是挺大的。看看，这别人都来弯过了。这天真是长了，五点还没黑天呢。嗯，挺大的。等一下，拿这。哎，单本还挺大。嗯，给我那么。那么，我又找到了一堆，好几个。这一堆挺大，都是大脑袋的。记得小时候放学之后，放下书包就会拎个小筐来地里挖大脑盆儿。一把也挺多，啊，问你挖那把挺多，这是一撮子，这是。这一会儿才挖这点，现在地里都打农药，长得少了。要看咱北狗，咱种小北狗呢。小北狗呢？那是稀有吗？嗯，脑袋太小。嗯。你是也这溜溜走。我俩又换个地方挖。站在这里可以看见整个小山村。挖完了，我俩回来了。一小碗，一小碗吧。明天炒鸡蛋吃。太阳下山了。鹅了，就这俩鹅了。俩鹅怎么下蛋了？下，这油下一个，哎呀！天暖和了，下蛋了，下啥下鸭蛋？下鸭蛋，拿着也看了，先休息。哎，小鸭蛋，哎，鹅蛋下七八个都死了，还剩一个了，没买鸡蛋吗？啊，你在家吃啊，我就搁那个鹅蛋的。